有请南无之子河北文师佛佛呀。首先要在保尔王俱乐部继续选手，也是教练，双重身份。对阵赵金耀，双耀争辉。看两位谁能笑到最后了。开始。开始。双方准备近距离对攻。左光耀步法上好像不是太喜欢移动。就逼近了涛，总共要防守，要把手加高，董爷的勾拳，连续的勾拳，上攻，等于是把对方按在龙边上，另外一只手去锤，他就像是一个坦克，对，锤进，对，你要说步法多灵活也不见得啊，向前碾压，不断去挥拳，红毛选手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晃了。
受到了不小的重创。大将前面还来有几个勾拳，对，生吃了几个勾拳。双方的距离太近了，西德的输出，这是大乱拳的对勾，双方的身高臂展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上，对视这么长时间，乱拳的对攻，等着大家君子拳都歇歇，歇完之后再抡，也不防了。发动抱腿，被对方下压，现在拿到了互相圈腋下的位置。哦，出来了，他们又继续对攻，拳法。好，等一下，护士掉了。啊，护士掉。好，比赛继续。张双方是不是还继续选择对攻呢？果不其然，这是对都是抛弃爆炸防守的方式，不断的换拳，选择了一种对体能、对力量、对长期打要求非常高的一种技术模式。并没有打出自己这个身高应该有的距离优势，对，两人在这个距离上已经勾拳都可以直接上了。好，然后等一下好像按照一个勾拳，要被躲光耀摔倒在地，现在进入了封闭室。好，现在哎，这个足跟会有吗？足跟收到位置了，手不能抓龙。出来了。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扭曲的一个角度。对，这个足跟没有了。好。躲光耀继续砸拳，想迫使对方松开手把。好，老三了，正位，砸拳进攻。赵俊耀四抱住对方，防止对方起身砸拳。还有三十几秒，好，起球。看能否摆脱对方的起球。前面消耗太多了，前面那种乱拳，这个时候执行战术会很艰难。最后十秒，好，王耀被挤在龙边，好，一回合结束。业务监督上台来查看赵金耀的伤情，看是否影响他继续比赛。裁判长也上来了。这种情况下，业务监督的话语权非常重。如果他觉得赵俊耀没法继续比赛，可能要被终止了。
好，裁判挥手表示转交由于这个脸上的伤情终止比赛。这样的话，董光耀就获得了有优势的 KO 胜利。Awesome.